爱丁消暑的。赞哦！赞。那小李，你早上怎么来的？我早上要跑，我开车过来。开车？对，我开车停公司，然后再骑 U bike 过来。嘿。你不是家那边骑 U bike 就好了？对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懒得骑了。哎，你挂鬼灯？有啊。哎，掉。